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新动力传媒六百国际台主持人玉华，非常荣幸今天在距离我们北京冬奥会还有20天的时间里，能够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走进冬奥之约，我的冰雪运动主题故事会分享。那今天呢，我们本次活动是由我们的主办方加中海外交流协会主办，由我们的新动力传媒承办，同时由我们加拿大多族裔媒体协会协办。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超。说起北京啊，这座城市是我生活工作多年的地方了。从2008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我就在北京，到现在呢，已经历经了14年。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冬奥会在北京继续进行。那么这14年间呢，北京飞速发展。我相信大家通过观看本届的奥运会，也能够深刻感受到这座城市的跃迁。我是主持人 Rachel。I grew up in Canada and I know that because of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s. Canada is one of the most suitable countries for winter sports in the world. Therefore, Canadians naturally enjoy many kinds of winter sports. Canada has previously hosted 2 Winter Olympics, namely in 1988, the 15th Winter Olympics in Calgary, and in 2010, the 21st Winter Olympics in Vancouver. We are proud to say that Canada has rich experience in hosting the Winter Olympics.Rachel， 你讲得太对了。其实呢，我们中加两国在冰雪运动项目上呢，也有过非常多的合作。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今天晚上的冬奥会之约分享活动呢，不单单能够增进我们大家对冬奥会、对冰雪运动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同时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促进中加两国体育文化的深入交流。好，亲爱的观众朋友，现在呢，我们首先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主办方代表加中海外交流协会会长陆炳雄先生首先致辞，同时有请他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的奥运故事，有请。大家好，我是陆炳雄，好荣幸能够在这里代表加中海外交流协会同间大家讲讲我举办这次冬奥之约的活动的缘起。首先请允许我首先将自己成长的故事跟大家分享。我祖籍中国广东，在香港长大，16岁的时候呢，一个人已经是单独来加拿大求学。学生时代的我曾经经历过做很多不同的工作，也接触社会很多不同阶层的人士，在生活之中累积了很多不同的经验。在学生时代的我就已经在社区担当不同的志愿者工作，多年的移民生活经验让我看到华人在加拿大的奋斗和演变。为了让大家新移民华人华侨少走弯路，我在任何时候我都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帮助他们。而同时在加拿大生活这个年头，我都深刻体会到我们华人在这里的生活和身份的变化。与我们的祖国日益强大是离不开关系的，所以我希望尽自己绵薄之力是推动加中文化的交流。所以在这几年里面或者在以往里面，我只要有机会回中国走走的时候，我都积极争取是能够在两地在文化经济各方面的交流，促进加中友好合作。讲起奥运，我知道无论夏季奥运或冬季奥运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我希望用自己行动能够增加奥运的光彩。我还记得在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那年，我是担任志愿者的工作，我是很幸运是被挑选了为是水立方唯一的海外志愿者。那次经历令到我不生难忘，我是在那段时间是接受志愿者的培训，我是负责接待和翻译的工作，
我感受到当时北京奥组委他们的工作安排的细致，继而感受到北京和中国实力的发展和飞跃。当时我的工作是每日下午一点钟左右到夜晚十一点工作，我主要工作是接待和翻译的工作。在炎热的夏天，工作虽然是辛苦，但我觉得值得的，而且我很荣幸能够参加今次的当时的2008年奥运的盛会。我看到很多是领导都参与这个奥运，当我看到中国运动员是赢得奖牌的时候，在国旗中国国旗升起的时候，我是总会是热泪满腔。我们会同现场的观众一起唱国歌，我那时候感到是无比的光荣和自豪。那次工作之后，我是拿到一个大会的感谢证书和感谢状，那次经历是给我带来很宝贵的经历。当时之后我回加拿大成立家中志愿者协会，是加强两地志愿者的工作，希望能够将这个概念延伸到社会，延伸到学校。时间过得很快，眨眼就14年后，北京又会迎来第24届冬季奥运会。虽然我在加拿大，但是因为很想去参加志愿者的工作，但是无奈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只能够留在加拿大呢去支持这个盛会。在去年呢，我是举办了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共筑梦想的活动，同嚣一起呢，同是我们的华人呢支持奥运的工作，特别是冬奥运的工作。我们在去年年底呢，我们是短短时间呢，我们是为冬奥委筹了几千元加币捐给他们，同埋呢有五个珍藏品呢，我个人呢捐给冰雪是收藏馆的。咁另外我都鼓动鼓励好多是本地的华侨华人呢，是捐款给冬奥会，同埋捐收藏品呢是给冰雪馆的。讲起加中海洋交流协会呢，我哋都是以促进加中两地文化交流为己任。我是一无时无刻呢都是肩负的重担。去年8月7号，我哋在新动力的演播厅举办四海同心慈善晚会，为遭受暴雨洪灾河南的同胞筹款。我个人是当时捐了25,000元人民币出来，是抛砖引玉，是呼吁其他的侨胞华侨华人支持这个活动，能够是表达在河南的同胞我们对他们的同情和支援。我希望河南他们是能够早日恢复正常生活，能够重建家园，是祝愿河山山河无恙，故土平安。那次活动我们从河南商会一起合作，他们本身都是筹集到好几十万人民币以上的物资和捐款呢，是给河南的朋友的。其实这件事这个行动还有很多。那为什么我会做这些事呢？是只一句话，施比受更有福。虽然我在加拿大有四十几年，但我始终是都是心系祖国。我希望我自己和我的家人是不会忘根，不会忘本，所以能够走得更远。最后呢，衷心是感谢大家对这个活动的支持，让我一起祝愿北京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我们一起向未来。
最后我衷心感谢大家对这次活动的支持，让我们一起祝愿北京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我们一起向未来。非常感谢陆会长的精彩分享，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志愿者精神的内涵，同时展示出我们海外华人的全权爱国之心。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本次活动的协办方加拿大多族裔媒体协会秘书长 Byron 先生致辞，有请。Good afternoon. My name is Byron. I'm from Latin America. I have been living in Canada for many years, and it has been not only a great experience, but also a great journey. Canada is a great country, where multiculturalism is part of it. You can find people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You can easily interact with someone from Europe, Latin America, Africa, Asia. But for some reason, there is a gap where some organizations have tried to fill, creating clubs or associations where people from any ethnic background can join and be part of a multicultural group. That is fine,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 go home, we watch the news, we watch the movies, we Google a little, search for information, but there is a good chance that we will be doing it in our own language, unless you were born in Canada. But many of us, and the newcomers as well, will be looking for information about where to find different cooking products, foods, some restaurants that have original recipes, perhaps even garments that we used to buy back home. There is absolutely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But if you live in this great country, such as Canada, and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et to know the world through the eyes and experiences from our next door neighbors, and there is a good chance that he or she will be from another country. But still, there is so much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their countries, their culture, their products, and their food. That is why we have created the Canadian Universal Media Association, CUMA. We want to promote cultural and social exchange by building a bridge between Canada, Latin America, and China. So we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ather and share what we and other countries have to offer. Let me share a great experience with you. Very recently, CUMA, our organization, had a cultural theme activity relating to Colombia, promoting cultural and commercial operation between Canada, China, and Colombia. At this event, we will be able to exchange not only cultural, but also potential business deals that many will go into effect as early as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2. The same will soon take place with Nicaragua and Chile. Because we're residing in Canada, and the winter season is with us from mid-December to mid-March, it is a great time to enjoy winter activities like skiing, snowboarding, curling, figure skating, and many more. Now that I have mentioned the winter season, let us move to an exciting event that is going to take place in Beijing, the capital of China,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from February 4th to the 20th of this year. These are not only sport events, these are the common meeting grounds for great athlete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so they can not only show off their talents, but also they can have cultural exchanges.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will be a great event because many innovations have been made in venue construction. Extremely high safety protocols for all participants as well as the Chinese people to enjoy and share this great experience. Personally, I recommend that we get united, participate, and focus on relevant things such as sportsmanship, cooperation, commitment, and the sense of purpose that all these athletes have. All this will take place, you guessed it, at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The Canadian Universal Media Association, CUMA, would like to wish all the participants, athletes, especially the Canadians, a great success. Thank you, and go, go Beijing 2022 Winter Olympics. Thank you. 谢谢 Baron 精彩的致辞。那么 Baron， 其实呢，刚才你也告诉我们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其实体育运动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纽带，我们有理由相信，因为这个纽带，我们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会更加促进。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要有请我们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我们的总领事韩涛先生，以及加拿大三级政府政要为我们本次活动发来的贺电，有请他们。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参加由加州海外交流协会、新动力传媒和加拿大多族裔媒体协会共同组织的冬奥会之约活动，共庆北京冬奥会倒计时
20天。我谨代表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向此次活动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再过20天，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北京这座双奥之城开幕。本届冬奥会的主题口号是一起向未来，理念是绿色、共享、开放、连结。历经6年多筹备，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中国将同国际奥委会和各国体育健儿一道，为世界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为国际奥林匹克事业做出新的贡献。加拿大是世界冰雪运动强国，中加在冰雪运动领域保持良好合作交流，相信北京冬奥会将为中加体育合作和人文交流提供新的契机和平台，让我们在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引领下一起向未来。让我们祝中加以及各国运动员在北京取得好成绩。最后，祝愿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Hello, I'm Senator Victor Oh. 我是加拿大联邦参议员吴子修。大家好，很荣幸参加支持由加中海外交流协会主办、新动力全媒承办、加拿大多主义媒体协会协办的冬奥会之夜我的冰雪运动故事主题分享活动。我在新加坡出生，我们那里的冬天很温暖，也从来不会下雪，所以多伦多的冰雪天气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而我相信冰雪运动也是如此。通过参与，通过观赏冰雪运动，我们更能发现这个世界的无限丰富与多样，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观赏冬奥会更能领略到冰雪运动的魅力。希望通过这次的冬奥会之夜的主题分享活动，让我们能够加深对于冰雪运动的了解，并加深文化交流。祝活动圆满成功。 Hi everyone, this is Han Dao,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Don Ali North.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sincere greetings to everyone in attendance at a date with Winter Olympic Games, My Story with Snow Sports Gala. Canada is known for its strong leading role in the winter sports around the globe. Tonight's gala creates a great platform that promotes what Canada is so proud of, the sports on ice and snow, as we are weeks away from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organizer for putting together tonight's gala. Best wishes for a successful event tonight and best of luck to our athletes at the upcoming Winter Olympics. We will be cheering for you. 大家好，我是 Don Ali North 的国会议员董韩鹏。感谢由加中海外交流协会、新动力传媒、加拿大多主义媒体协会举办的冬奥会之约我的冰雪运动故事的晚会。2022北京冬奥会近在咫尺，今晚的晚会呢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大家了解
欣赏、喜爱我们加拿大引以为傲的各种冬季运动，也为两国的冰雪运动持续合作交流做出了积极的助力。恭祝今晚的活动圆满举行，也借此机会祝愿加拿大的运动健儿们取得优异的成绩。谢谢。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Paul Chang, the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Mark and Unionville, Ontario. I would like to begin by saying that I'm very proud of our Canadian athletes who have worked tirelessly to get to this level. Sports is a key component of our culture that brings peopl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together. It's a wonderful way of making friendship and creating bonds. As Canadians, we are naturally good at winter sports. I have seen kids that are 10 times better than I am, and you are the best of the best. I'm sure your hard work will pay off. We are all rooting for you. Make us proud. Go Team Canada! 大家好，我是别克东方利诺选区的审议员柯文斌。2022年冬奥会的战鼓已经敲响，全球的运动员们将再一次在这国际体育盛典中代表他们的国家公平较量，诠释奥林匹克精神。我们加拿大的运动将将们，你们多年的执着与拼搏，在训练场上挥洒的汗水，给予了你们在世人瞩目的赛事中一展风采的机会，为国家荣誉而战。现在全球新冠疫情肆虐，请大家在参赛期间一定要注意安全。我在此仅代表安省政府，预祝你们取得优异的成绩，再创辉煌，期待你们凯旋归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豪景 Alan Ho， 曼锦市市议员，亦是曼锦市文化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席。我荣幸参加由加拿大海外交流协会主办、新动力传媒承办，并由加拿大多族裔媒体协会协办的冬奥会之约《我的冰雪运动故事》主题分享活动。我们这里有半年时间都是寒冬，有人说冬天很难捱，但其实反过来说，寒冷的生活环境亦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生活的乐趣，更可以磨练我们的精神意志。冰雪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了。无论是滑雪、溜冰、打冰球，只是玩冰壶，都会比冬天增添很多色彩。而我相信大家通过观看冬奥会冰雪运动项目的顶尖国际赛事，一定会对冰雪运动有更深入的了解，亦能发现有很多的乐趣。希望通过这次冬奥会之约分享交流活动，大家能够对北京冬奥会、对冰雪运动产生更多持久的兴趣。祝活动圆满成功。大家好，我是万锦市第六区市议员杨启清。今天我很荣幸参加由加中海外交流协会主办、新动力传媒承办，并由加拿大多族裔媒体协会协办的冬奥会之约。我的冰雪运动故事主题分享活动，很高兴看到来自我们加拿大本地和中国的朋友能在距离北京冬奥会还有20天的特别日子，分享自己参赛、国界和冰雪运动有关的经历。虽然疫情下我们不得不停止很多的活动，但是我相信大家希望通过分享交流，增进了彼此了解的热情，从没改变。我也相信通过冰雪的活动，这个有意义的流带
大家能够互通有无，增加不同族裔增进加重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祝你们的活动完满成功，谢谢大家。感谢我们加中两国的政要们为本次活动送上的祝语与期许。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加中海外交流协会主办，由新动力传媒承办，由加拿大多族裔媒体协会协办的我的冬奥会之约，我的冰雪运动故事主题分享活动。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将目光聚集在北京，来了解一下北京冬奥会场馆现在建设的情况。据我们了解啊，目前北京、延庆、张家口三大赛区的所有12个竞赛场馆已经全部完工并具备办赛条件了，同时通过了测试赛的检验。不仅如此啊，其中几个场馆呢还创造了世界之最。跟住落嚟，我哋一齐跟住 China News Agency 记者一齐去场馆行一转。作为北京冬奥会唯一新建的冰上竞赛场馆，国家速滑馆采用双曲面马鞍型单层锁网结构屋面设计，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单层双向正交马鞍型锁网屋面体育馆。为了实现一个更紧凑的容积，所以有一个弯曲的屋顶。那么这个弯曲的屋顶的形状呢，它刚好是我们钢索结构受力最有效的形状，所以呢，我们就选择单层双向正交锁网结构，然后这样一个呢，非常轻的一个结构，然后来节省钢结构的用量。我们冰丝带实际建造里面，然后使用的钢索，大概每屋顶上每一平方米，然后只有27公斤左右。首钢滑雪大跳台作为2022年冬奥会北京赛区唯一的雪上比赛场地，设计灵感来源于古代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丝带在空中飞舞的形态与大跳台赛道曲线十分契合，因此又被称为雪飞天。首钢滑雪大跳台也是世界上首例赛后永久保留的滑雪大跳台场馆。那么在赛后利用方面呢，一个是可以作为专业的比赛和训练场馆，继续服务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二是作为大众休闲娱乐场所，面向公众开放。第三个呢，就是作为咱们冬奥的文化遗产，那么面向海外游客开放。作为北京冬奥会设计难度最高、施工难度最大、施工工艺最为复杂的新建比赛场馆之一，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全长1.9公里，垂直落差121米，设置16个弯道，被形象地称为雪游龙。它克服了3D 地形条件下非常不利的一个地形的影响，通过我们国家非常强的基建工程方面的这个技术力量和这个建造能力，实现了克服不利的地形条件、不利的地质条件以及复杂的曲面混凝土喷射成型技术啊，这些具体的一些细节上都体现了我们非常强的工程能力。国家跳台滑雪中心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是当今世界上体量最大的跳台滑雪场馆，也是张家口赛区工程量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竞赛场馆。做平以后可以做足球场，做各种大型运动会的开幕式，做演唱会，做发布会，两边都有楼梯可以爬，实际上是考虑了将来旅游者或者其他的休闲活动可以形成一个循环，一直沿着这个如意走一圈。作为北京奥运会三大主场馆之一，国家体育馆曾是中国代表团摘金的福地，经过近3年的建设改造，这一夏奥场馆成功变身北京冬奥会冰球项目赛场冰之帆，并顺利通过多场赛事的测试。我们是按照冰球比赛的一个要求，对场地的、对场馆的一些流线以及功能区进行了一个重新的划分，对于灯光系统包括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系统进行了一个新建以及升级改造的工作。这就是俗称的6室1厅，每一个更衣室呢171平方米，包括教练员室、磨刀室、储物间、淋浴间、按摩室。其中最大的一个区域是运动员的空间，
除了硬件设施的提升改善，国家体育馆运行团队也从服务质量、防疫政策等多个方面为冬奥赛事做好充分准备。在每场正式比赛前的队伍训练的时候，我们为每支队伍呢会提供50个冰球。在训练之前呢，这些冰球会由志愿者呢摆在板墙上方，这个志愿者会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想象力，摆设出不同的图案造型。有时候呢，队伍会有一定的要求，在队伍没有要求的情况下，他们会表示一些良好的祝愿，用一些符号啊、图形啊，或者这支队伍国家的一些传统文化啊等等。非常感谢中新社前方记者的报道，相信这些了不起的场馆啊，不仅能够给我们的参赛运动员创造非常好的比赛条件，同时呢，也一定会为北京这座城市的发展树立又一个里程碑。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将在这些奥运场馆创造奇迹的运动员们，听听他们有什么话要说。这枚金牌对我来说应该意义非常大吧。一个就是可以证明我这一段时间我的努力没有白费，然后再一个就是增强了信心吧。让我觉得我离我的梦想又近了一步。视频中这位英姿飒爽的姑娘是东京奥运会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冠军李冰洁。回忆起去年东京夺冠的经历，李冰洁表示，这是她目前职业生涯中最紧张的比赛。奥运会的4x200接力，太紧张了，一个是临时的，然后一个是因为我们赛前根本没有想到会去争夺这枚金牌。然后呢，我当时想，反正我是最后一棒了，就到我这棒的时候，我发现还是第一名。美国和澳大利亚最后一棒也很强，尤其是莱德基。当时我说我要跟他们抗衡吗？然后就感觉那个压力是扑面而来的。谈起登上起跳台前的紧张心情，李冰洁记忆犹新。我上到起跳台之前，我是喘不过来的，我什么都没有想。杨俊轩游完第一棒，马上我就该上起跳台的时候，我就赶紧折回去，我就跟他抱了一下，我就有种那种求安慰的那种感觉。后来下水也不会去想体力分配之类的，下水就是冲。最终李冰洁顶住压力拿到了最后的金牌。李冰洁说，为了这块奖牌，她经历了运动员生涯中最苦的魔鬼训练。2020年底在高原，当时是2400米的海拔吧。当时在跑田径场，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我跑100圈，外面是零下2度，下着雪。我们当时就是穿了一个短袖，然后穿了一个风衣在跑。当时跑了大概有10分钟、5分钟吧，我那个袖子什么衣服全都结冰了。后来我就把那个羽绒服也套上完了之后，觉得还是不行，就是感觉那个风衣它贴着自己的皮肤，然后也很凉，就感觉像带了一个冰袋一样在跑。不是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2021年，李冰洁不仅在东京奥运会上获一金一铜，还在陕西全运会上收获3枚金牌，在刚刚结束的2021短池游泳世锦赛，他也勇夺冠军。谈起未来，李冰洁说，坚定信念很重要，他希望在之后的亚运会比赛中收获更好成绩。就觉得还是得坚定信念吧，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抱着这颗心态吧，然后去做，然后做好每一天。我的个人最好成绩全都是在今年创造的，就不管是短池还是长池还是接力，然后唯独还剩一个800字的最好成绩还是停留在2017年，所以现在还是有想法要突破，然后在亚运会上也是想有一个好的成绩吧。12月24日，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举行媒体开放日，单板滑雪 U 型场地运动员蔡雪桐、刘佳宇接受连线采访。蔡雪桐、刘佳宇同样有3届冬奥会的参赛经历，面对即将举行的北京冬奥会，他们都想在家门口把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
这一届因为是我第四届了嘛，我想以一个不同的心态去面对它。对，然后尤其还是在家门口比赛，我的目标就是把我想要完成的那一套动作在北京上发挥出来。我终极目标是奥运会嘛，所以说就希望能够把自己最好的状态调到奥运会的时候，然后在奥运会的时候能够展现出自己的，画出自己的风格吧，然后做出自己的特色。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是中国队的优势项目，特别是在女子组比赛上，中国选手多次晋级冬奥会决赛。平昌冬奥会上，刘佳宇获得一枚银牌。平昌冬奥会后，满身伤病的刘佳宇选择继续坚持。他说，这四年就是为了让这个项目有传承，在家门口能再创佳绩。这一届在中国举办也是我为什么要继续四年的原因吧。我觉得作为单板队的老队员，然后也有义务去传承，要带领新的小队员们一起，然后呢同时也在希望可以探索一下自己的极限，能够在自己家的奥运会场地上，然后争取再创佳绩。刚刚取得世界杯冠军的蔡雪桐表示，经历过三届冬奥会后，这一次要以放松的心态去玩一下。更多的是放松吧，我觉得首先很难，就是因为面临大赛的时候这个压力是不断的在增加，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放松下来。对，我是想这次比赛是像我刚才讲的是用另一种心情去比，因为这是我第四届嘛，就16年，你知道，就是我觉得没有机会让你再去紧了，我觉得还不如放松的去玩一下，去感受一下，真正就是去感受一下奥运会吧。这样，我想能够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的每一位运动员都非常优秀，都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顽强拼搏精神，并相信自己能够创造奇迹，就像以下这首歌所唱的一样，请大家欣赏加拿大多族裔媒体协会选送的歌曲《When You Believe》，演唱者 Alexia Marion。Yeah.
非常感谢 Alexia Marianne 的精彩表演。我相信呢，冰雪运动不仅能够为我们创造生活的奇迹，也能够架起不同族裔以及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之桥，促进中加体育文化的交流，也是加中体育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韩进文女士多年来不遗余力在推动的事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中心社的一段访问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加中两国在冰雪运动上的合作渊源。
谢谢韩老师，您给我们做了非常精彩的介绍，让我们对于加中两国在冰雪上的合作，对于冬奥会有了更加形象的了解。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我要为大家介绍另外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他生长在加拿大，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多年来，他奔走于加中两国之间，对于冰雪运动，对于即将到来的第24届北京冬奥会，他也有话和我们说。好，朋友们，他就是加拿大生态研究院的创始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Chris Pereira 彭家荣先生。现在呢，我们要通过我们新动力传媒 CEO Patrick 派克大叔的访问，来了解一下 Chris 有着怎样的冰雪运动情节。一起来看。Hey Patrick, good to be here with you. 非常感谢，高兴可以跟你交流。Maybe Mandarin, yeah, good on it. We can do both. Let's do a mix today. We can chat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谢谢你。再请你来讲讲你在中国的特殊的学习跟工作经验好不好？ Yeah. 大概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啊，就是在中国的时间开始的时候是2004年到中国，然后当时是留学生，我在那儿学了汉语言文学4年，在郑州，湖南郑州。毕业以后我留下来就在苏州做了咨询，开了自己的小咨询公司，工作在苏州和上海之间，包括一些工作在武汉，然后再后来的话，像您刚才提到，我也在华为工作过4年，当时的工作是在公共关系系，所以我负责高管支持，包括任总和轮值董事长们的发言稿，和媒体资料、媒体关系这些都有涉及到，所以。其实说到奥运会我觉得奥运会像你刚才说的有中英文交流，我觉得也是一个奥运精神之一吧，我们都是互通建立更多桥梁为主吧，然后我感觉这15年20年的时间都是文化桥梁和商务桥梁的作用为主吧，大概是我的背景。就是说你在中国呢学习了生活了很多年了对吧，然后呢现在又回来加拿大创业了，那是为什么呢？情怀是有的，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帮助更多华人在加拿大和美国接触主流市场，然后宣传好自己，所以这些对于东加或者是北美和亚太之间的友谊是有好处吧。回到我们这次讨论的主题啊，我知道呢你是在多伦多长大的对吧，对于冰雪的运动呢一定非常了解啊，那请你讲讲你在这方面有没有特别的履历跟那个故事呢？有两个故事我想分享今天，就是一个是在加拿大，一个是在中国。第一个是多伦多附近，如果住在多伦多附近的居民应该都知道，你要是想滑雪的话没有太多选择，你如果是住在多伦多，你可能会往北到 Barrie 那边去滑雪，有一个叫 Horseshoe 或者是 Blue Mountain 两个地方。我大概7、8岁的时候开始去那儿跟着学习，因为我住在 Newmarket， 你开到滑雪的地方要有1个小时左右，所以那个特别湿气特别大，然后特别热的校车上，我们都 一大堆小孩跑去滑雪，是很兴奋的一个回忆。所以我每次看到那个冬奥会的时候，冰雪运动的时候，我都会想到那个经历，这是一个。然后在中国那边，其实是跟奥运会有关，但是不是冬天的啊？就是我在郑州大学读书的时候，其实我毕业和奥运会的倒计时是差不多的，所以我总是在郑州有一个牌是倒计时，那个大牌就每一天都是倒计时，我把那个看作是。也是奥运会，也是那个我毕业的时间，所以这个毕业以后我就觉得，哎，这个也是奥运会的时间，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时候对我来说。所以呢，你对于加拿大和中国的文化都是比较了解的啊，有这个特殊的背景啊。那你个人来讲啊，在这冬奥运啊，你会特别关注点什么啊？或者你觉得作为加拿大观众，也应该从这些冬奥运呢了解一点什么呢？我觉得那个精神值得。提醒我们大家要积极向上，然后要开心的面对一些挑战，就是我们不管是滑雪还是滑冰，这些都肯定要摔倒很多次嘛，然后对于国家与和国家之间，我们借助这个机会找一些积极的话题，建立那个文化桥梁，不管是加拿大本地人还是新移民，或者是不同的国家，在加拿大也是一个移民国家嘛，我们
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包括我自己，我父母是来自英国和葡萄牙，所以我也是算是第二代移民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精神是很重要的。我们看这些运动的时候，得了多少金牌、银牌、铜牌，我觉得是次要的。所以啊，重要就是说我们都在一起啊，我们一起走向未来啊，是我们叫 Together for Shared Fortune， right？ 就是大团结啊。奥运的精神就是大团结。Chris 的故事太鼓舞人了，我希望未来也能像他一样，成为加中文化交流的使者。当然，这个过程也一定不简单，需要经历很多的摔打。Rachel， 你说的也太棒了。其实呢，在我们的冰雪运动故事当中，摔打是免不了的，但是光光是摔打还是不够的，我们还有很多窍门。那么通过对冰雪运动的学习呢，能够同时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找到不同的乐趣，观赏我们即将到来的第24届北京冬奥会。好，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到的是曾参与2010年冬奥会解说的滑雪教练罗宇凯先生，和我们说说他的冰雪运动故事，有请。大家好，我今天演讲题目是大约在冬季啊，我姓罗，叫罗宇凯啊，来自北京，他们都叫我那个滑雪罗教练啊。我们知道这个冬季啊，在加拿大是很寒冷的，但其实也是很好玩的。那个冬季呢，有北国冰封、万里雪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滑雪。我先说说我怎么进入滑雪这个领域的啊，是因为我以前在国内1995年的时候在哈尔滨去旅游，正好赶上那个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后来我就去亚布力去看了一下，哎，确实很好看。我还在那会儿，哎，试试，我说我也滑一下。我记得我人生第一次滑雪就是在亚布力，黑龙江的亚布力风车山镇啊滑的，哎，这滑雪很好玩，我觉得很适合我。然后2000年移民加拿大以后，我就一直在蓝山那个滑雪，结识了很多朋友，又结识了很多学友吧。后来我们就是结伴，然后去了很多大山去滑，除了安省蓝山以外，还有魁北克的 Trumbull， 温哥华旁边那个 Whistler， 还有美国的 J Peak 和 White Face 啊，这个大山滑雪确实是很好玩。所以呢，我们就是经常滑雪，其实也领略了很多非常壮丽的那个冬季风光。后来呢，有人就说了，说能不能这哎。教你自己滑得好，你是不是能不能教给其他小朋友或者其他人呢？哎，我说这也是好事啊。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去考那个 CSIA 的那个滑雪教练，后来就在这个做滑雪的教学。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为什么要滑雪呢？我觉得第一个滑雪就是好玩啊，因为滑雪是从山地活动，它从山上下来以后，它人会分泌那个芬太胺，然后呢。它滑雪确实很有一种快感的，另外它是有一种控制速度和控制方向，所以呢，锻炼身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不服输，因为你滑雪之后有可能会摔的，有可能碰到困难，啊，我们怎么来克服困难呢？是吧？然后呢，滑得更好呢？哎，逐渐提高。所以就说这滑雪其实很好玩的啊，而且也是相对来说也是可以控制的啊，不是很危险的。所以有些人老觉得滑雪危险，其实这是一种误区啊，因为在北欧的地区，很多小孩他不会走，他先学的滑雪，真是这样啊，一岁的时候他就先学了滑雪。所以滑雪呢，就是说你要能控制什么，这实际上是一个在安全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很好玩的一个运动。也是一种那个冬季行走的一种方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滑雪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就是说，第一，护具要全部带好啊，这些什么头盔什么的都要带好。还有一个，最好要请教练来帮助你做基本的一个控制。不管是多陡的坡，你要能快能慢，转弯转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把这个滑雪动作做得更优美啊，这个。有的时候滑雪的时候真是一种享受，所以我们就说冬季我就离不开这个，这个我的 ski 啊，
就相当于我那个车友离不开那自行车一样，这就是我的 body 啊，这个，所以我这个经常放在车厢背后，这个滑雪板其实就是我像那个我的翅膀一样。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啊，在温哥华，加拿大东方华举行的，我有幸啊，就是在奥利电视台，后来他找的要需要一个那个滑雪专家，其实我也不是什么专家了。但是呢，我还是喜欢滑，而且我特别喜欢看冬奥会，有幸参加了那个冬奥会的那个滑雪项目的那个技术嘉宾啊，跟李维一起啊，这个印象深刻，收获也很多啊。当时就是不像传来你要对电视来解说，我记得当时解说了有什么那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是吧，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冰壶，中国这个比较强项的，另外还有一个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就是我们所说的 Mogul， 加拿大那个本土得了第一块奥运金牌，就是 Bordeaux 得了一块金牌。哎呀，当时那回真是很激动，确实滑得好啊。这次加拿大后来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就是冬季奥运会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的时候，加拿大夺得了15块金牌，这个成绩是非常亮眼的，而且是各个项目都分配比较均匀。马上呢，这个2020年2月份呢，2020年那个北京冬奥会就要开始了，这就更值得期待了。原来要回国的，但是现在疫情期间回不去了，怎么办呢？那只能就在这边来看了。然后我们在这滑雪爱好者在这个滑的同时看看这个冬奥会，那就更好了，是不是？然后呢，有那个自由式滑雪，不是有那个跳雪，像飞人一样，有这个越野滑雪啊，还有那个冬季两项，其实越野滑雪也很好啊，我本人也特别喜欢越野滑雪，还有比如说那个冰上项目啊，那个还有那个现在中国那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啊，确实是非常好看。我们在看这个冬奥会的时候主要注意什么呢？第一要看它的这个技术特点，就是它比如说这腾起的这个高度啊，这个飞起的速度啊，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要看它这个哎，它这些滑雪其实我们那个业余滑雪者也能做的，只不过我们做的是比较初级的而已，是吧？然后呢那看看这个冰雪运动对我们将来这个是一个更大的，所以我们也满怀期待这个北京冬奥会啊。我觉得北京冬奥会应该是很好看的，所以那几天我准备就在电视机旁然后多看看冬奥会，所以我们就满怀期待吧，就期待这个北京奥运会能够圆满成功，我们能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冰雪盛会，我们那个生活中也要滑雪，滑雪很好玩，安全的情况下滑雪是一种生活，也是一种情怀吧。谢谢大家。非常感谢罗教练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故事分享，同时呢也给我们普及了这么多的关于冰雪运动的一些故事。我想呢，如果有机会，我也一定要去体会一下冰雪上飞翔的感觉。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刚才呢是罗教练作为一位北京人在加拿大教滑雪的，给我们讲述了这么多他的经历。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呢，我们要跟随中新社的视频报道一起走进一位加拿大的男孩子，他在我们中国东北来练冰球的故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他，来了解他。画面中正在进行冰球运动的场地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受到北京冬奥会带来的冰雪运动热潮，像是冰球这种相对小众的运动也备受欢迎，冰球场地更是增加了不少，这不仅让当地人享受了越来越多冰雪运动的乐趣，更是让许多海外的冰雪运动爱好者在中国获得了更多的幸福感。来自冰球运动强国加拿大的瑞安就业于沈阳的一家企业，8岁时就开始练习冰球。2年前，他来沈阳时最担心的就是能不能打上球。不过，一座座现代化的冰球场让他的顾虑烟消云散。更惊喜的是，通过冰球运动，他还在这里结交了不少朋友。如今，每周瑞安都要来此满足自己的球瘾。When I came to China, I was surprised to find out that there was a hockey team that I could join.
And normally, you know, I didn't think China had a hockey team. So it was a friend of mine through a WeChat connection that actually recommended to me that there was a team that I could join here. And so since I played hockey once or twice a week in Canada, and since I came to Shenyang, I was continued to play. It was actually one of the things that really brings a lot of passion and joy into my life. 作为一名在中国的冰球爱好者，瑞安如今最大的关注点就是即将举行的北京冬奥会，尤其是对中国的冰球项目，瑞安表示十分期待。Yeah, I think so. I mean, you know, I think China has a growing interest in playing hockey. You know, I think this is the first year that China will have an Olympic team. So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ring more awareness and we'll get more people excited to play.从小就在加拿大训练冰球的瑞安，在球场上的表现为他的中国伙伴带来了很大影响。他的加入给我们成人队会带来一些非常积极的信息，积极的东西。我们也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个人技术、个人拼抢、积极性等等等等。瑞安告诉记者，他感觉许多中国年轻人冰球水准都很不错，两年来与他一起打球的人也越来越多。除了冰球，他在中国东北也看到了更多的冰雪项目备受欢迎。他表示，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冰雪运动，会让北京举办的冬奥会更受瞩目。北京的冬奥会会办得十分成功。好，谢谢瑞安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冰雪运动故事。我相信呢，冰雪运动给我们带来的不单单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激情和快乐。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两位中学生小朋友为我们一起来讲述一下他们在练习冰雪运动的过程当中学习到了什么。现在我们就把时间和舞台交给我们的韩寒和 Ashley， 有请两位。Hello， 大家好，我是600国际台海狸家族主播 Ashley。今天我要给你讲我滑冰的经验。I started to take skating lessons when I was 8 years old. I like skating a lot because skating is really beautiful and graceful. Since the start of the COVID pandemic, I stopped the lessons, but I still went skating once in a while.Recently, I went skating, but I wasn't as good as before because I didn't get a lot of practice. My little brother joined me for the first time, and he is a fast learner. A few times when I was in skating class, I couldn't concentrate and fell down, hurting both of my hands. Another time when I was turning, a person bumped into me. It was painful, and I was thinking of giving up. It's so hard to skate. My father told me, "You have to believe you can always get back up."But I was in pain and I was not sure if I could go on. Then my father said, it's easy to give up when life's not going well. Do not get down on yourself. After a few days, I made up my mind. I'm not going to give up. After that, I had a lot more practice and now I enjoy every time I'm on the ice. I enjoy watching the Winter Olympics with my family. One of my favorite events is figure skating. I admire their turns, jumps, and all the hard work they put in.The conclusion for me is if I want to improve, I have to let go of the hand I'm holding onto. I can fall many times, but I have to learn to stand up to face challenges on my own. Thank you, everyone. This is my story on skating. 谢谢大家，这是我的练习过程。在新的一年里，李祝愿小朋友们健康快乐，祝愿所有参加北京冬奥的运动员们加油，取得好成绩。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Crystal.大家好，我是 Crystal. Today, I will be talking about my skiing experience. I started skiing when I was 7. It was when I was in around grade 2. I was enrolled in a class with a little less than 10 people. We had 2 instructor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about skiing was learning the basics. The basics were understanding how to get on and off the lift,being able to control your speed, as well as most importantly, being able to stop. So that's what we started with. We started on the bunny slopes, and that is the easiest. Then we went to the green hill, the blue hill, and finally the black diamond. And we all did this as a team. This was just my process. So let's go all the way to the beginning.The beginning. I wasn't professional at skiing. I was more like a professional faller. So that kind of concerned me because every single time I fell, it hurt. And that made me want to give up. And my coach started to realize this. My coach was like, it's okay if you fall.
To success, you need, and to be able to succeed, you need to fail a couple of times. And at such a young age, I didn't quite know what that meant. So I just left the conversation there. Soon after, in the car, my mom asked me, how was your time when skiing? And I thought to myself,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Like, it was not so good. And that made me want to quit. So I told her, I want to quit. And because of this, my mom was silent as well. So once we got home, we were able to watch a TV series and kind of like a program in a way. It was mostly about winter sports. We watched skiers go from the top of the hill and go all the way down. And we watched them as they skied to the finish line. And my mom told me that that was the power and that was the beauty of not giving up. And because of this, that taught me so much. That taught me to have confidence in myself. And that taught me that sometimes we can fail and sometimes it happens. But that is the steps to being successful and being able to succeed. It's constant mistakes and learning from them and constant failing, but then actually learning from them and improving and going for the better. And that taught me so much. And that also taught me to be able to support my friends and peers along the way when they're in skiing and when they're learning skiing. And that showed me, and that occurred 7 years ago when I was 7, and now I'm 14, and still this applies to my life now. 2022年北京冬奥会马上就要到了，祝福所有的运动员能收到圆满成绩，谢谢。感谢韩寒，感谢Ashley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讲。我相信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因为有了这样一次一次不同的磨砺之后呢，他们会变得更加坚韧。接下来，亲爱的朋友，我要为大家请上的是曼联舞蹈学校的体育宝贝们，他们为我们带来的热舞，有请他们。Look, turn me up, break the knob, right? I get dressed like it's prom night. I feed them lemons in the limelight. They say I'm full, lost my appetite. Hell no. Keep on pushing like a dealer. Hell no. Keep on shooting Reggie Miller. Hell no. Go on, give them all the finger. You gotta set the score right, call it Hans Zimmer.感谢每一位舞蹈演员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希望我们共同努力，用自信昂扬的姿态迎接每一个春天。朋友们，我们六百国际台海丽家族的小朋友马上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他们的双语诵读《春的消息》，有请他们。大家好，我是六百国际台海丽家族的主播思远，大家也叫我 Vivian。Hello， 大家好，我是六百国际台小主播蔡嘉林，大家也叫我 Nathaniel。春的消息，风摇绿了树的枝条，水漂白了鸭的羽毛，盼望了整整一个冬天。你看，春天已经来到，让我们换上春装，
像小鸟换上新的羽毛，飞过树林，飞上山岗，去迎听春天的欢笑。看到第一只蝴蝶飞，它牵引着我的双脚，我高兴地捕捉住它，又爱怜地把它放掉。看到第一朵雏菊开放，我会禁不住欣喜的雀跃。小花朵，你还认得我吗？我不知道啊。你看我又长高了多少？我也不知道啊。来到去年叶落的枝头，等待它吐出新的绿包，再去唤醒沉睡的溪流，听它歌唱，和它一起奔跑。是谁搔痒了我的面颊？我不知道呀。啊，身边又钻出嫩绿的小草。The spring is here. The spring wind bring the greener in our life. The water making the duck's feathers cleaner. Hope the winter passes faster. You see, the spring is here. Let's put on spring clothes like a bird with new feathers. Flying through the woods, up the hills, to listen the spring's voice. I saw a butterfly. It directed me. I'm happily with it and let it go freely. Saw the flowers are blooming. I am happily jumping. Hi, you. Do you still remember me? I don't know. Could you see I'm getting taller? I don't know too. Standing under the bare tree, waiting for the new green. Wake up the sleeping river. Listen to it sing and run for it. Tired of walking, I lay on the field. There's a sun shining made me warm. Who's touching my cheeks? I don't know. Ah, there's a baby grass around me. 谢谢大家。谢谢小伙伴们的精彩表演，从你们的优美语言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春天的脚步，明媚又充满了希望。谢谢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与我们这次的云上相聚，共话冰雪运动，期待着我疫情早日能够过去啊，我们能够再次的线下重聚在一起，讲述关于冰雪运动，关于冬奥会的更多精彩。是的，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活动主办方加州海外交流协会，感谢我们本次活动台前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让我们一起关注北京冬奥，一起向未来。